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啊。今天因为分了约书亚团契出去礼拜，就我们这里青年人就少一些，所以大家都在前面坐。好，让我们首先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地教会主归礼拜啊，一起来敬拜。让我们一起向旁边的弟兄姐妹这样问候一下好吗？更多的赐福于你，愿神更多的赐福于你。虽然我们好像现场这个人并不多，但是呢，我们敬拜现在不在乎人多人少啊，只要我们能够开口出声音赞美神就可以。让我们这时间呢，求主来安静我们的心啊，一起来敬拜他，一起来赞美神。全意敬拜主，以全然的灵与神。
全心全意敬拜主，以全然的灵与真理一同敬拜他。他与我们永远同在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以永不干渴的泉源充满我们的灵。我们都要全心敬拜主，歌声赞美神。
起，早晨我们你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依靠是我四维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你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家是老板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感谢的掌声献给我们的见证神，哈利路亚！高过一切高山之畔，你爱的江河流向我，紧握敞开我的心，让一切这来释放我，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，我高举双手，我要不停地唱，因你爱领导我、yeah、高过一切高山之畔，你爱的江河流向我，紧握敞开我的心，让一切这来释放我，在真理中我珍惜的每一天，我高举双手，我要不停地唱，因你爱领导我、yeah、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，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，山之畔，你爱的江河流向我，紧握展开我的心，让一切就来释放我，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，我高举双手，我要不停歌唱，因你爱领导我、yeah、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，我要歌唱你you、yeah。
坐在位置上，继续仰望神，去赞美他。上帝他的手告诉
十字架上流下的宝血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得到了赦免。因着他的大爱，时刻牵引着我，使我们能回到他的面前。让我们此时此刻一起回想着神的宝贵的恩典，向神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：主你，你每滴宝血都是为我而流，每个刑罚都是为我承受。主，你的恩典像海洋一样四围环绕着我。就当我失望羞愧的时候，你仍然拥抱着我。主你，主耶稣，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们。主，你十字架上钉痕的双手就在告诉着我们，你永远不放弃我们。主你，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们。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无论是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主，这世间求主来赦免，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十字架的宝血来涂抹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心清洁净来到你面前，你敬拜你赞美。圣洁的主恩典，
让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礼拜献上一个祷告。